就是很甜，然后很香，不一样。但在东港产的哈密瓜真的太香甜美味，许多乡亲一吃陈主顾，立马来打包回家。哈密瓜真的种得很漂亮，我没有看过说种，大概都大颗小颗都一样，很甜，超甜的，99%好了，卖收100啦。东港瓜瓜节连续2年举办，期盼透过在地农特产市集的推广及行销，将优质好瓜给推销出去。然后今年活动也特别安排连续2天精彩内容，包含舞台表演、农民市集，还有哈密瓜试吃销售及趣味游戏，希望成功吸引乡亲到访。今年是以两天，就是从9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到下午都有很多滚瓜瓜啦啊，赌那个掷骰子的那个游戏的都可以，大家都可以来啊。明天也是一样，都是一整天的活动。我希望说各位朋友、各位观众，如果说有看到的话啊，多多来这边看我们的那个哈密瓜的价值的活动哈。今年特别加码的掷骰子竞赛，乡亲只要掷出比农会专员点数还大的骰子，就能当场把美味的哈密瓜给抱回家。买一颗，再我赢一颗，好开心！一连2天的活动，场场精彩，不止好吃好玩，还有得拿。农会欢迎乡亲利用假期踊跃到访，一起到老街品味并采买美味哈密瓜，给农民朋友最实质的鼓励。屏东新闻不停杨正义采访报道。